今晚加个班。你在干嘛？我在主动加班呀，不明显吗？我操，他居然预判了我的预判，主动加班，没想到吧？在他让我加班之前，我就已经开始加班了。这种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真爽！可恶，他这样主动，我一点也享受不到压榨员工的快感。还好我提前准备了抽奖箱，每月第一位主动加班的员工就能够抽取一张强制加班5小时的体验卡。在压榨员工的方面，我简直是个天才啊！主动加班还能触发被动技能，他真他妈是个天才。不过我也不差，其实我早就买了保险，只要我倒在工作岗位上，就能获得一笔巨款。那又怎样？又不是我赔钱，受益人写的是你的名字。你不对劲，我要下班了。等一下，你下班了，我加班就没有乐趣。